342抽，请你告诉我，你怎么攒到这么多粉球球的？这是粉丝的好，粉丝想让我帮他抽到二命草神加砖五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敢信任我的。我感觉我并不是那种欧皇，这个粉丝对于抽卡地点呢是有要求的，要去草神的净善宫。那来都来了，继续给他整点玄学，用草系的小可爱来抽。然后看他抽卡记录呢，已经抽了45下，不算是太难，但是342个球球，不是整数有点难受吧？先单抽给他把灵兔抹了。这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没理解错的话，这就是单抽出奇迹。我操！我感觉我上当了，兄弟们，我抽到的是他的卡，消耗的是我的，阴险，太阴险了！还想让我给他抽武器，你自己抽吧，我不帮你了。你反正有这么多粉球球，你吃保底都能吃到想要的了。正好，另一个相对平民点的粉丝呢，也喊我帮他抽，看他名字就知道了，这是一个主玩雷泽的，他的要求是让我帮他抽到雷泽，草神呢就是附带着的，行吧，只有42抽，难度挺大，雷泽去哪整玄学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看到这些小草是紫色的，那就是刺儿啦。好家伙，你这是抽了多少下？还有34就保底了，怪不得敢让我给抽，那也不难嘛，来单抽，雷泽。算了吧，还是要失联。雷，这还有雷泽吗？没有了，我问问他吧，他还要不要抽？还有不到30发了。行吧，果然是雷泽单推人，失联抽一定要出雷泽。啊，这再来吧，雷泽！雷泽！雷！我还是再问问他，真的对雷泽这么情有独钟吗？我看他武器池子就总共没有抽几下，不然，但是失恋不够了，我把这些给他换一点吧，先去帮他定个鬼，不然容易浪费了。我操！我有这运气，我干嘛不上自己的号呢？哇！我想哭了。号主你自己上号玩吧，我要来我自己的号。上次抽了一命砂糖、行秋和小女仆，好多人说什么小温迪、小半夜、六星水神。那我今天如果说再抽一个小草神，但是我这个新号没有开须弥，我在哪抽草神？不然，在草里抽草神？不是，我怎么感觉莫名好低端啊？抽吧抽吧，能有什么大的问题？凑不起十连抽就单抽嘛。哦，紫色的会是谁呢？又是小女皇，没有关系，我还有蓝色球球，新手吃的还有，这八抽顶十抽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啊！开，完了，兄弟们，又是紫色的，我这个新号第一个成到底会是谁呀？没事，紫色的也挺好，我还有很多系别没有呢，总不啊，两面杀团了，怎么我自己的号好奇怪啊？这把所有的原石换掉。又是一个紫，来个新颖的角色吧！人生的大起落落落落落，莫过于此。最惨的是给别人起，给自己落。哎，但是实话说，连着上了三期热门，我受宠若惊，真的很感谢在座诸位。所以说我祝你们下个失联必出小草神，你们要掰的角色点个赞，全部掰到我这儿。反正我现在一个成也没有，我根本不怕，来谁都行，来谁都行，都行都行。啊，都行。